如果要在尖沙咀區找柳靈教訓，並且可以望到靚的維港海景，甚至可以聞到海味的，那一定是 Grand Austin 啦。今天 Ray 介紹這個單位是一個二座的高層四房一套受盤單位，內容狀況是怎樣呢？攝影師一起來看看。這個單位的售面積是1216平方尺，任內是廚房及客飯廳空間，客飯廳空間要12尺闊、21尺長，樓高9.3尺。我們先看看景觀，下午時分見到陽光滿射，仍然是非常吸睛的維港海景，並且這個樓層的高度接假日時候，相信可以非常好地欣賞到整片煙花景。而周邊見到都是興建中的西九文化區，相信通關之後這裡將會人煙鼎盛。接著回看室內，客飯廳空間方正實用，電視區和餐廳區家具擺位容易。接著就睡房狀況了，全部都是廳房同向，並且三間睡房的尺寸都是類近的，都是7.2尺闊、8.7尺深，都可以靠牆邊擺放4-6尺的單人床，或者是做成衣帽間、書房，任君選擇。見到採光亦都是相當 OK 的，今日頭不用開燈都完全沒問題。接著就專行房套房了，未計衣帽間凹位有9.3尺闊、12尺深，三邊落床都沒問題，並且帶一個接近2尺闊的窗台，多一個擺位的空間。接著就是套廁、雙洗手盆、淋浴間、浴缸都是齊備的，豪宅的標配。而客廁也都帶浴缸的。咁最後就廚房空間，雙邊工作台、10C 雪櫃，以及全套 Mila 牌子的主食設備，用料可謂精良。而空間嚟講，可以容納2到3人同時煮食都冇問題。咁隔離就係工人房套房啦。咁以上就呢個4房1套嘅受盤單位內部狀況。咁興趣嘅朋友可以隨時約 Ray 參觀現場啦，等你熟悉。